新玉蝉品种介绍，新星菇类。新星菇类目前包括杏鲍菇、五菇、巴西蘑菇和紫丁香蘑等。杏鲍菇有杏仁的香味，类似鲍鱼的口感，是已经成功推广上市的一种高价值食用菇。因其菌柄及菌伞的质地、风味及烹调特性，较其他鲍鱼菇类为佳。美国著名的真菌分类学家曾评为所有好菇属中最佳的物种。杏鲍菇在台湾已经是高度自动化生产，且水准为世界第一，因此菇厂或菌厂不再是只靠劳力的传统产业，而可归类为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五菇其实是中药材猪苓的一种，科学研究分析证实，五菇含有特殊有益人体的成分，而且现有食品中还没有可替代品，因此很有发展为健康食品的潜力。紫丁香蘑是我国透过中法科技合作由法国引进的新兴高贵食用菇类，它的特别之处一是具有特殊香味，二是菇体带有绚丽的紫色。紫丁香蘑的菇伞脆嫩，除可食用外也有药用价值，在法国多数高级餐厅的高级料理定价不低。巴西蘑菇是近年来备受瞩目具有抗肿瘤效果的菇类，许多国家都已投入相关研究，农事所利用木屑太空包培养再进行香栽，在提高生产效率及避免重金属镉的吸收污染方面已有初步成果。五菇，五菇日本称为 maitake 五荣，为中药猪苓属之一种，具有独特的芳香味，肉质柔软脆嫩，是一种高蛋白质、高色氨酸、高维生素 E 和富含多种矿物质之营养食品。五菇主要因具有抗肿瘤、强化免疫系统、降低血糖、血压和胆固醇、抗糖尿病、瘦身效果等，而极受国际生物医学界之重视。日本国立健康机构和美国国立癌症机构所做的研究均证实，五菇抽出物可防止97%的 T 细胞受到 HIV 的破坏。事实上，有些医生已结合五菇抽出物和其他疗法来治疗艾滋病患者，成效十分良好。此外，五菇不仅能增加癌症化学疗法的功效，而且能减轻化学疗法所带来的不适副作用。目前日本已大量生产五菇应试，美国少部分在北美地区栽培，而大部分由日本北部进口。台湾目前虽未上市，但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试验所经多年研发，利用菇类自动化生产设备进行木屑筛选，基质材料混合及加水，基质装瓶，杀菌
冷却，接种，走菌，然后在环控菇舍内控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及光照，也诱发菇蕾，使菇体发育成长至成熟采收，以获得稳定而相当的产量。即达量产阶段，可以推广民间栽培。目前已经和业界进行产学合作计划，未来将栽培技术转移民间，作为商业生产。巴西蘑菇，巴西蘑菇是一种目前最热门的珍贵食药用菇类，原产巴西，日本称为鸡松茸。经研究发现，其多糖体的值与量比灵芝更优良，有效作用的分子量是灵芝的3至4倍之多，其主要的贝塔低葡聚糖含量特别高，为菇类之冠。其临床功效尚有提高免疫力、降血压、降低胆固醇、改善动脉硬化、改善肝机能、抗过敏及改善骨质疏松等。另外，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及酵素，能增强体力，维持健康，延年益寿，是全方位的营养补充食品。巴西蘑菇在全世界广为流行，尤其是日本、美国、巴西、中国大陆、韩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都投入研发生产。台湾在近几年才开始，但都是利用液体发酵生产菌丝体。本土栽培生产巴西蘑菇也刚起步，子实体绝大多数是进口的。但据日本伊藤云博士研究指出，巴西蘑菇菌丝体只含有一种抗癌成分，而子实体则有6种。此外，子实体尚含有降血糖、降血压、降胆固醇及改善动脉硬化等之成分，所以子实体功效胜于菌丝体。且由国外进口子实体价格昂贵，同时在中国大陆以稻草栽培生产的巴西蘑菇常有重金属含量过高之危险，因此农业试验所研发利用木屑取代稻草栽培巴西蘑菇，以降低重金属含量，已有良好成果。先以木屑太空包培养巴西蘑菇菌丝体，再进行覆土栽培，目前已开发栽培出本土化之巴西蘑菇，并以干燥技术制成高品质精致礼盒产品，未来研发达量产阶段并推广栽培后，在高价位的巴西蘑菇市场上将具有竞争力，让国人能享受较廉价而高品质之巴西蘑菇。杏鲍菇，杏鲍菇是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试验所今年开发可自动化生产栽培之新杏菇，具有高品质、耐除菌及口感与风味特佳之优良特性，其生产属资本与技术密集，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仍较具市场竞争力之农作物之一，目前在台湾及日本均已有商业化生产。此外，
在医学临床实验上，杏鲍菇之菇体粉末或其热水抽出物，均能显著降低胃饲老鼠之血清胆固醇及三酸甘油脂之含量。在日本，已作为降低血脂肪之食疗用品。杏鲍菇系利用木屑、粉头与米糠为原料，经过筛选机去除颗粒较大的杂物，材料均匀混合及加水，接纸装瓶，高温高压蒸汽杀菌、冷却、接种、菌丝培养等过程。待菌丝长满后，在栽培瓶中央打洞，移至空调菇舍内，降温诱发菇蕾产生。待菇体发育成熟后采收，分级包装。本研究室自国外引进三个各具不同商业优良特性，但亦各具其缺点之杏鲍菇品系。利用单刨菌株兼杂交方式，其年获得高品质及高产之杏鲍菇新品系。经以一系列不同基质配方栽培，比较其产量及出菇特性，获得四个高产脂优脂杂交双合体，即 B011、B012、B030及 B112 品系。自接种至采收结束，约需54至60天，视品系及栽培之环控条件而定。各品系之产量或生物效率，亦随栽培基质不同而异。紫丁香蘑，紫丁香蘑属伞菌目白蘑科，原是腐生可食性真菌，味美浓香，自然界常发生于秋天及冬天。在针阔叶混交林及陵园草地上生长，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及亚洲等地区，在英国称为 Wood Blackweed， 在法国被认为是上等食物，为十大受喜爱的食用菌之一。紫丁香蘑紫实体的菌伞部分初起成半球形，表面光滑，亮紫色或丁香紫色，边缘内卷，后期平展，颜色变浅，菌柄基部稍膨大，散热后脆嫩可口，有浓郁的香气。在欧洲以羊菇堆肥种植，以商业化生产，每年产量可达250至300公吨。香气的主要成分为菇醇，以菌褶的含量最多，菌柄和菌伞则较少。本菌子实体内含有维生素 B1， 经常食用可预防脚气病。然新鲜菇体内含有某种成分可分解红血球，需烹调后方可中和其毒性。除食用价值外，它对小白鼠、肉瘤及暗示癌亦达到90%以上的抑制率，具有开发成为防癌、抗癌等保健食品的价值。紫丁香蘑以堆肥栽培为主，堆肥主要的原料为稻草、鸡粪、石膏、黄豆粉及米糠等，经过适当的发酵过程，即可作为栽培紫丁香蘑之材料。本菌之走菌室温为23度至25度C， 出菇室温为10度C至12度C， 不可超过14度C。
覆土后需要40至50天才能出菇。透过和法国的农业研究院合作，我们获得了4个紫丁香茅品系。经评估后，选取其中2个品系作为杂交亲本，并进行一系列的杂交后代选拔。结果发现 LA82 和 LA84 两品系具有推广之潜力，目前则针对其栽培条件做进一步的探讨。